我们来看本周的一杆清台啊，这周开球我是换了一个方向啊，开球有下球，这个球形开的也是花色球啊，粘在了一块儿，所以这球形呢打全色球会更好一点。六号球上手，打掉之后可以从上往下啊一路打下来，打掉六号，然后五号叫二号，二号呢可以去叫三和四啊都可以。打一个中杆啊，这个角度可以考虑打四了，打四，然后叫七啊，七叫三，三叫一这个顺序啊。现在难点其实就是一号球啊，三叫一的时候呢，三号球一定要留出一点向右的角度来叫一号球，所以这个七号叫三号啊，角度一定要留好，千万不能留成一个向左的角度了。这个三号球虽然角度是向右啊，但是角度稍微大了一点啊，需要弹库来叫到一号了。来一个中杆啊，顶到15号球啊，停下来叫一号。这一号比较直，所以可以选择推过来叫8号的左边底带啊。这盘球球形比较简单啊，实际上，所以打得比较快，也没有什么太多难点。啊，关键其实就是这个七叫三的时候啊，尽量把角度叫好就可以。好，这就是本周的一杆清台。为了更好的保证大家在线上的学球效果，我们现在推出一套48周的。